百年线，那你穿少主，你要不要好好穿？啊，你穿呢，穿到我们日本这边来定居。说少主朋友们特别为了感谢这头白鹿，就在小岛的旁边刻在他的石雕下来纪念他的。好的，目的在刚出发前，小朋友向我们这边在介绍，或者说我们日本有分日坛、海北坛的嘛？那我们怎么样去分别哪边是日坛，哪边是海北坛呢？来到冰就刚刚小朋友向我们介绍过的中间这座小岛。拉鲁岛的怎么分别？来，各位，现在我们船只的后方是属于日坛部分，船头整前方在这里面就是属于月坛。日坛和月坛就是由中间的这座小岛拉鲁岛在这边分别的。这个船只我们刚好在日坛和月坛这个交界处。那么日月潭呢，它这个名字啊，早在200多年前啊就已经形成了，我来把它命名好。好，如果让我这个飞机从空中鸟瞰下来的话，日潭它的地形就好像就太阳一样。啊，因为日潭啊，它的地形比较远，有点像太阳。日月潭它里面的地形就像是月亮。啊，因为日月潭它里面的地形地形长长弯弯的，就像是月亮一样。日月潭呢，它的名字啊，它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地形预告，我要把它命名好了。